尽头有一座四季山庄，一年四季都有各自盛景，各有各的风格。春遇杜鹃花海，夏赏凤凰花开，秋来丹桂飘香，冬有寒梅映雪。庄内灵物颇多，其中有一株双生栀子花，为日月双木所滋养，无意中吸收了庄主气血，生出精魄。双生栀子花，一朵白，一朵红，也吸引了庄外林中的妖兽们。一天夜里，双生花被青蛇与赤狐盗走，吞下，妖身修为大增，幻化出人形。赤狐化作红衣少女，青蛇化作青衣少女。狐妖姓林，喜食人心，蛇妖狠厉，天性凉薄，庄主便惩罚他们入室，经历人间所谓贪嗔痴。冰火何为执念，才能洗净妖性，修成仙身。如若修不成，即形神俱灭，堕入魔域，永受业火灼伤。